糟了，我觉得会没戏耶。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哟，是神奇宝贝球。Last night you caught my eye, so fly, oh my oh my, I'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. 这种天气，你能想象得到前天还是放台风假啊？昨日呢，雪兔就在家休息，最主要是把工商影片还有一些本来要去剪的影片赶快剪一剪，不然的话怕没时间，或者是每次赶完一部 vlog， 我还要再花空闲时间再剪影片，这非常的劳累。而现在因为刚经过小确幸这边倒数三天，所以我想要说来这边再夹一盒。还记得上一次我打这一台200块钱的时候以失败告终吗？没错，并不是雪兔的技术出了什么问题，而是他的机台的设定在那一段时间有做调整。他也跟我讲在前天吧，就是在台风天的时候已经把这一台给调回来了，再次做测试好不好，看能不能稍稍出，如果能的话我就赶快先去吃个饭，因为晚点我想要去打个 吹塔， 太久没打 吹塔。 200。 突然发现210块好少哦。一样，我们先投50块钱。没错，每次我在讲话的时候我都把 GoPro 夹在这边，我没有手腾出来啊。先投个50块。好，一样，我们的政策呢先把这个立起来。 OK， 哎，果然，呜，我差点给他过了，好可惜。一二四五十，没拉起来就没机会，再过去一点，再过去一点，然后砸深一点，拉起来 ，OK。啊哈，太近了。哎、欸，有，可是它靠太旁边了，这靠太旁边了，现在要把它推过去一些些。它结果它夹到，它夹到我，二手太慢了。哎，差一点，他就直接这样甩上去了。拿起来。啊，糟了！好，这个方向好像有点微妙哎。其实它是可以，它推的话感觉会倒上去，可是那个方向不是我要的啊，尴尬。哎、欸，有，最终结果它倒成一个很微妙的位置哎，我决定加码100块钱再夹看看好了，最后的100块，哼，靠过来 ，fuck， 又来。用推的方式让它过去，可是它那个爪子的点要对得很好，干脆赌一把算了。最后十块，各位，最后十块。啊，他突然一个，啊，我没有算到秒数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拜托。结果我忍不住了，又再换100块钱了，可恶。出，出。哎，现在如果要翻的话，怕会是被那个熊熊给打到哎，有机会就是要把握啊。哎，哎，就这个点，出货，干，太可惜了吧！再一次靠上挡板，来准备，有空了。对啦 ，Yes，
总计在这一次加挖雪兔花到的金钱呢是390块钱。还是380块钱，也算是少少出啦。我觉得这一台之后就要不在了，我很难过。能这么佛的台子真的不多了，它也是少数大型盒装公仔没有开爪的。我很不喜欢打开爪的台，玩开爪台我都是被电的，吃饱吃满，就像上一次。那在这边，我终于已经练到可以少少出了，但这一个公仔台却已经要离开了。哀伤归哀伤，我们还是先去吃饭，吃完饭我们再去玩具反斗城那边看能不能打个出力塔吧。 Let's go。 I'm out on deep water. It's too late. I've crossed the border. I'm dead. 刚吃完饭过来。哎呀，那台可以打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干，然后每一次看到你都只能讲好久不见。不好意思，我要换钱。600块。尾刀从小培养。哎，哦，棒啊！哦，好棒哦！没关系，那就给他，那你赶快打，那你赶快打。你弟直接宣告跟我讲说，等这台是好卡的时候，我再过来打。好开心哦！美好的游戏体验。我好久没打了，我少说已经降生了下去快20天了。旋转转盘来决定这个海边应该是垮库小时吧？神奇的啊，我很希望大家一起来排队啊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来排，让我觉得很难过。我们现在的策略呢，就是遇到，然后把三只打死，三只一起抓掉，因为为了要让它的轮盘可以直接大转，这样会比较好遇到四星，比较快。发现神奇宝贝 ，Love Pearl， 进去啊！今天为什么要出现这么完美的？发现神奇宝贝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啊，不是。小生儿。乐破。可恶，我还差50只，有超慢打嘞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又再次的遇到了，好不好？不是再次啊，第一次，首次遇到。不意外，战斗开始。这道脚已经下化480。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板，厉害！不要加油。走！哇！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 ！Fireflash。还好没按他。左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如果没要害还可以躲。成功了。加卡对，太可怕。重要派。超进化机会，将 Pokemon 秘技超进化。还没有，还差。啊！要打到，要打到！哎呀！不不不！按下球体按钮，停止轮盘。啊 ，CP！ 啊！左边应该可以先喷掉。右边先喷，对，左边喷。不要！啊！哎，对，喷。分完美做球 ，Bravo！ 这里呢是我们的宝可梦探险队区。我也在刷了。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 ，Dundas， 中 ，Larian， 中，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Charizard。600块钱，我们已经打到了一张火焰鸟，可是我们想说把另外一只也打下来，另外一只是什么？继续等一下，假设真的900块钱遇不到的话，就我还是很想继续打靠边。再看一下吧，各位，我再换300块钱，再赚300，好久成瓮底，最好给我变成金虎帕、喔，最好给我变成金虎帕。啊、各位，闪电鸟错了，那我们没办法用些什么。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，按下就只能这样了。旋转转盘，
用错了，用到火招了。算了啦，赌绿光了，能赌绿光啊。旋转转盘来，上了，耶！打中要害了，失误。上了，耶 ！Z， 打中要害了，要害。按下球体按，厉害，是高级球。一切都是缘分。好，缘分尽了。是非常强烈的神奇宝贝。Let's go。派出神奇宝贝。这个直接电死。哦。这是一只平衡剑盘。怎么会？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。但是没有发生任何事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。小心啊。差点碰。战败了。哦，麦吉帕竟然没死，糟了，我绝对会没戏耶！按下球体按钮，停止轮盘吧。哟，是神奇宝贝球！糟了！你双鸟了，这是双鸟桥，我还以为是金呢，可恶！真让人吃惊，居然捕获了啊！我们又多了两只鸟给大家抽奖啊！花了29道吧，取出缺的吧，下次再来哦！加油，我们已经收工了，先走了，拜拜！来，先丢个垃圾。我觉得今日还算好运啦。是啊，对，还算好运啦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绿光球有跑出来。我这一弹大多数都没有用绿光球来射，因为这一弹其实都可以打得死。就闪电鸟这无解，你知道吗？闪电鸟是唯一只能用地面系打，可是这一弹地面系就只有刚刚我那三只的火精灵伤害呢。你没按到20就是悲催，你少说好歹你至少要按到50以上，所以你要按到2+20，1+10，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。我们来先去一客馆那边看有没有牌友，我想打个牌，真的好想打牌哦，天，我手超痒的。哦，好，硕士证到了。硕士证。嘿，嗨啊，嗨，嗨，小张。没有，我只是过来这边打个牌，然后差不多要回去了。好，先走了，我是乖。今日也已经打了还蛮多的卡了，老实讲啊，真的太多了，收获也算蛮不错的啊，至少多了两个奖项给大家来去做抽奖，就很不错。准备回去来买个晚餐，然后明天要很早很早很早，不是说太早啊，大概。也是11点左右就要准备出发了，是由我们 MTW 的夏令营。详细的一些事情，等一下我回去再跟你们讲。我们先回家吧，回家见。终于，我把我半个月没有打 Trita 的时间一次补足。我真的很希望是金黑其中一个都好，至少不要是鸟。现在这一盒呢？我已经把它完全放成四星卡和黑卡，以及一些比较特殊的卡片。左下角这边的话是黑卡区域，然后这边是未来弹。这些卡片并不是都是可以去做换卡，因为有些真的是稀有，是我就一张，只是我不想要放在册子里面，我把它放在这个盒子里面。这个区域就是要做这次抽奖的东西。我快要再打一套嘞，真的，我好像有多一张黑卡梦幻。然后。在今日呢，也夹到了这一个长河的公仔，终于可以把我们上面给填满了。我们先把最后一个拼图呢放上去吧。OK， 公仔墙正式的完成了。耶、yeah! ！接下来我夹公仔就会比较轻松一点了，对，因为我的公仔墙都已经做完了，这真的是我满满的骄傲啊！我相信之后自己夹娃娃的实力会越来越好，可是我依然不会很想要去夹海螺，真的。
OK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不知道你们期不期待我们这一弹的抽奖？没意外的话，应该会在我们七月底吧，就是等我行程都已经告一段落的时候，我就会开始来去做抽奖。订阅雪兔才可以关注到往后的影片啦。那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是雪兔，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 Vlog。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记得在下方留言给雪兔，分享这支影片给喜爱打 Trita、喜爱夹娃娃机的朋友。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，各位，拜拜。